持续扩大优势，这波莉莉安趴伤跌到我们默契的冲进去，又抓了一波节奏。游戏时间来到13分钟，这时悟空突然请辅助出坦，我本来不以为意，点开发现塔拉出钢枪。虽然全坦是基本，但毕竟祭出 S 十颗星，他们有自己的理解，出点伤害嘛，能理解，能理解。这波塔拉率先骗榜，我们一波配合一闪带走音乐，持续队友收头，刚好吃第一条大凯，但看似默契，我已经感觉到不对劲。准备利用魔神凯撒压高地，结果塔拉直接蒸发，而这就是我确定是有蹊跷。啊，8900，你只买三件装是怎样？啊，你的反甲嘞？哎，你的钢枪嘞？你的金币是通货膨胀了是不是？接着他开始就很忙碌，先是送头到上路送头到主堡送头，复活后就直奔下路再送头。这时趁他们不注意，我分推直接把他们最后一座塔给拔掉。